我想我哋都好喜欢看赛车电影嘅。我想在之前的所有赛车电影里面我哋都见到。我细个我睇咗好多呢啲霹雳火啊、极速传说啊、头 D 啊，我哋好耐冇见过。我好想再呈现一个不一样的赛车电影出嚟，所以我揀咗一啲好麻烦嘅事去做，譬如澳门赛道啊。譬如要在弥敦道尖沙咀拍摄啦，好地地一条石澳赛道，我需要它落雨啦。我今次饰演的角色叫阿火啦，咁佢嘅性格就系亦好火爆嘅，比较冲动啦。咁佢就同佢哥哥阿南啊，系好兄弟啦，非常之崇拜佢哥哥嘅，因为佢觉得佢嘅飞车嘅技术咧，只有一个人赢到佢嘅啫，咁嗰个就系佢哥哥啦。咁所以当佢哥哥遇到挫折，佢觉得佢冇信心嘅时候，阿火希望可以行出嚟去帮佢哥哥。我可能走上了截然不同的一条路，那我结婚了，结婚之后呢，生了小孩。生了小孩呢，所有事情要为别人负责的一个明白男，需要去为家人负责，需要为阿火负责，他就可能变成了是一个没有自己的自己了。那如果你带着这样的心态去比赛，必然是赢不了的。也许你的技术很好，但是你没有了必胜的决心。我第一次俾个石澳道嘅剧本出嚟嘅时候，副导演第一句就问我啦，佢话导演啊，不如干地啦。其实石澳道是摆不到水车的，我摆到水车给你放到条喉都做不到，你在剧本上面写你要将水弹到高过架车，这个是讲紧红雨以上的效果才会出现的。我第一句跟他讲，我说如果我要黑妈妈在条路度拍，我在将军澳在其他地方我已经拍到了，我不想给这些东西观众看。我觉得我入场我是希望看到一些我未见过的东西。导演都要求我哋尽量追到前面架车好贴好贴，咁呢度开头系有个心理压力喺度噶。最难最难系弥敦道嘅，我哋拣咗亚街老街四部车起步，即系虽然好话好多地方都封咗俾我哋拍，亦都有好多工作人员去睇住，咁但系你都会都担心会唔会突然间有啲车唔小心行咗入嚟，咁样会有意外噶嘛？时间上我只能够喺六点钟到九点钟去拍。咁變咗我拍咗三十幾組，其實都未拍完嘅。真係要好相信攝影師俾我嘅 Q， 導演俾我嘅 Q， 就係 cut 啦！我係完全唔可以咁樣擰頭就扭嘅，我係要望住前面咁樣扭落去嘅，我係好緊張咁，我真係咩都唔理噶啦，你話扭我就扭噶啦咁樣，佢話得噶啦，放心啦，放心啦，即全部都係講緊一個信心咯，大家信任對方嗰種程度係好高，因為一有咩意外，真係一個好嚴重嘅意外嚟嘅。我最難忘的一場戲咧，就是有一架車在我面前漂移，然之後咧，我就要好近咁樣去演呢一場戲，咁都真係幾驚險噶。好坦白講，喺香港真係未試過可以用百幾部超級跑車嚟拍戲噶，咁同埋成個故仔都係喺市場上好少見到嘅。最難忘，我諗係有一日，我記得喺一個夜晚啦，即係七八點到喺旺角劇組係擺咗十幾架超跑，兩邊橫列喺條街嗰度嘅，咁就吸引咗好多途人圍觀啦。我覺得就咁呢一件事係我最難忘嘅啦，已經係。有一個最勁嘅地方就係香港幾個交通嘅繁忙熱點，但係居然可以攞到嚟。拍賽車就係即係彌敦道啊，繁忙時候拍彌敦道啊，東區走廊啊，即係呢啲中環啊，係匪夷所思。佢哋真係夠膽仔，亦都真係做得到。所以淨係睇呢一啲，我諗已經真係值回票價。我觉得这个角色是整个戏里面是最好最好看最有意思的一个角色，内心最复杂最难去琢磨最难去
呈现的一个角色，对，可以拿生命去赛车的一个赛车手。速战成个故事入面，我最想话俾大家知系，大家会企喺一个好唔同嘅立场入面，即系譬如日本车手、香港车手，大家个立场冇话边个啱边个错嘅，但系个冲突就会出现嘅。我两个车手嘅冲突，其实我谂每一个人可能都会有经历过一啲类似同样嘅事情。当然佢哋唔系赛车比赛嚟嘅。大家對大家自己的堅持的一種看法。黑仔哥即是王 Sir 他過來，他除了是勸我不要搞之外，其實他也覺得他怕會有意外發生，所以他也是一個王 Sir 的身份想喝停我這個違法的賽車。但是所以那場戲自己覺得很複雜，也都情緒也 很複雜的。咁當然我最後我自己又一意孤行。表面上大家演嘅時候咧，就好似係以權力去壓住對方，但係實在心裏面大家都係唔想有事發生，所以係變咗苦口婆心。我記得我同子叔拍嘅時候係依套戲嘅第三日定第二日嚟。我哋好希望用一場好簡單嘅戲去講到兩師徒之間嘅關係，而每一次嘅對白係要好入嘅，個停頓位智叔掌握得好靚嘅。記得我一坐低，我自己就已經喊咗出嚟，唔係淨係喺度背對白，佢係一個好有節奏演員。當一個演員，我覺得佢個節奏掌握得好好嘅時候，佢其實已經諗曬。我講完依句説話，係咪需要俾觀眾去諗，定係唔需要觀眾諗噶啦？我啱啱開門入嚟，而家諗住入嚟食飯，依啲對白係唔需要去諗嘅。智叔係我一個永遠都會記得嘅演員，佢教識咗我好多嘢，我永遠都會記得佢。喺香港做電影一啲都唔容易。因為我哋個市場係萎縮緊嘅，即係某程度上，我哋需要有本土自己嘅創作電影，我哋需要自己繼續努力。包括喺即係拍攝上面嘅流程啦，可以繼續進步。我哋要有更多資源去支持香港電影。除咗娛樂之外，好多時都會變成一個人一生入面，可能佢其中一兩句。你會好記得嘅對白，佢就改變咗你。我希望大家中意《速戰》，多謝你哋。點解你淨係坐頭車？因為只有第一先有人記得。我唔似你啊！你連落場位乜都唔知啊！你識我嗰晚，你答應過我啲咩？同我信錯咗你。我諗我一個車手夠膽講，有把握二百幾掟入個彎度，一定冇事可以出翻嚟。香港係唔可以進行非法賽車嘅。我幾時有話我搞非法賽車啊？最真的我，一生不会枉过。